南あ阿弥。 看五百零三页第一行，论曰：行者既发菩提心，当修菩萨行，于世出世间所有一毫之善，乃至无边功德，系以身心自成心回向极乐，亦得名为一向专念，不必气舍百为，乃名专念。以佛性骗一切处，有气有舍，不明念佛故。 这个意思是说，我们进来发的菩提心、修菩萨恨，啊，所有的这个这个世出世间的所有的善，即使世间的善，比如说你喂狗啊，喂狗吃一顿饭，喂猫吃，啊，或是路上帮老人家扶一下，这些呢，所有的小善，甚至于无边的功德，都要以身心自成心回向极乐。 这样子也名为一项专念，好，也一样名为一项专念。所以，一项专念呢，并不必要气色百为，没有说要你气色所有你该做的事情，才叫专念。这一段是在《无量寿起心论》里面啊提到的。好，我们看五百零三页的倒数第。 第五行，倒数第五行是在提到优西大师、传灯大师，这是天台宗的大师。尤其传灯大师，他住弥陀园中草，他一生修法华忏、大悲忏、光明忏、弥陀忏、诵楞严经啊等。这个忏，这些忏呢、啊，无虚日。传灯大师哈、啊，一生非常精进。 他真的是度无虚日，每天几乎都在拜忏。临终的时候预知识字，预知识字的时候，他是手写《妙法莲华经》五个字，复高唱经体者，才勃然而起。这个晶体我记得哈、啊，是《无量寿经》晶体，是《无量寿经》的晶体，所以。 这个古代的大师啊，他是心心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心心念念。而且祖师们他的那个修持啊，他是把很多的法，他也会去拜忏的，大悲忏他也拜，光明忏也拜，法华三昧忏，法华三昧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拜过？啊，有空呢你们可以请一本，在家里也可以拜，就按照上面写。 怎么写怎么拜就好了，好诚心好就好了，这个都是非常好的。我我会比较鼓励人家拜忏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忏哦，它有一个它有个仪轨，前面呢，好前面一定是先请佛，然后中间有个忏悔，好，然后呢再它、啊、再有个文，然后那个文呢引导我们怎么做忏，那看这个忏的。 它的它的主要的那个方法哈，有的是六根清净，他会唱眼耳鼻舌身意；那有的呢是直接就唱总唱哈，唱自己的身口意三业。所以他唱的方式有一些小出入，可是大体上是差不多的。那么我会蛮蛮欢喜，有一本唱哈叫《梁皇宝忏》，这梁皇宝忏其实是很好的一部忏。 很殊胜的，大家如果有空，我觉得一年可以拜一次，或者拜个两次。如果有道场在拜哈，你们可以多去参加哈，多去拜。然后拜的时候，那个每一个文啊，细心去体会一次，里面几乎都包括去了，都包括进去了。大藏经的所有重大的的文具，非常重要文具都放进去了。所以这部称真的是我们中国的宝，哈，中国的宝。 而且这部忏写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瑞相哦是非常好的，所以梁武帝真的功德很大。我我每次每次我们寺庙拜完梁王宝忏哈，哇，我就觉得我自己身心改变很大，所以我对于这个梁王宝忏哦，因为是这个非常受用啊，也希望说大家也能够啊不要去毁谤这个忏法，很多人说。 哎，师傅啊，佛陀原始时候那时候也没有莲花宝餐啊，用这样子来来毁谤莲花宝餐。哦，那是很不对的。本来诸佛的这个法门，他也会顺着人世间，后来来投胎救度众生这些大菩萨，那他做什么？他做的工作就是依着时代不同，利用当时文化背景、习惯性的方式来弘扬佛法，这是他的责任啊，对不对？ 那些大菩萨，他不断的投胎哈，不断的要要来救度众生，他目的就是这样，就是以以现在的方式啊来救度现在的人，在那时候的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啊，写出这样子的一个《梁王宝忏》，适合中国人啊，适合我们当地的这样子的文化，所以你看法华忏、大悲忏、光明忏一样啊，那都是很好的东西。 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看成金灿哈，感金灿的金灿。所谓感金灿，那是把它当成那种就是，好像在感哈，那就意义就不大了。这个金恩灿哦，它有它很深的意义的。还有我们还有一个宝，就是这个堰口，堰口还有水陆法会，它也是个宝，但是因为。 现在很多人啊会去轻视它哈，那是因为说它好像跟金钱有点有点啊分不太开，因为你写个排位多少钱哈什么多少钱，其实我们不要太从这个角度去看它，因为它这个本身真的是有它的功能，不是假的，那是真的有它的功能。你从这些当中哈，你可以让许多众生得到无边的利益。这个以后有空哈，我们再来谈。 我们看五百零三页最后一行，这是我们讲前面哈，易得名为一项专念，易得往生，但多门兼修，总未落一门深入。一心专治称念弥陀这易使熟处变生，生处变熟。盖爱染贪着是众生之熟处。 菩提正念是众生之深处，深处转熟，方有可能于临终苦迫之际，提得起这一句佛号，感佛接引而得往生也。这一段呢，就在提说，如果兼修多门，其他呢辅助，这不是坏事，但是还不如啊，你这个主的哈、啊、凸显一点。 主要的这句佛号多念一些，多一点，而且是比较完全多一点哈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呢就比较容易熟处变生，生处变熟。这是我讲的哈，由熟转生，由生转熟，就是指这个。由熟转生，这个熟呢就爱染贪着，就是我们众生的熟处。我们的菩提正念啊，这个极乐世界一正庄严，就是我们的生处。 那我们现在呢？啊，要把这个这个生的地方转熟，啊，所以生处转熟呢，才有办法把临终这个苦的时候，才能有办法提起这一句佛号，啊，提起这一句佛号，能够感得佛来接引而得往生。这次呢，我帮这位助众哈，我们在帮他助念，我对他是很敬佩哈，因为他生前的时候。 他是我跟有时候跟他算是蛮有话说，那么他是算是很有正念的人，不断的说：“哎，这个这个修行很重要。”然后一个道场的道风很重要，因为我刚刚接这个道场，那么他给我很大的鼓励也支持。他那个正念哈，不是一般啊，他这个字算是真的是很稳固的。 所以他往生的时候，他是喜肾，他本身有喜肾，喜肾喜了八年。那最后走的时候是癌症末期，发现的时候，因为他之前十年前已经有癌症了，开过刀切除掉，但是呢扩后来到现在扩散出来的，等到再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末期了。那么他呢就通身放下，就专念佛号了。所以走的时候虽然还是很痛苦，看得出来很痛苦。 可是呢，我在助念，他在快断气之前，哈，他那嘴巴还有微微动，我这可以感受得出来，他是在念佛。那么整个助念过程很顺利，所以呢，我也相信他应该会去比较好的地方。有没有到极乐世界，我们是看不出来。可是呢，可以可以相信哈，他是去比较好的地方，所以。 我们呢一定要常常在健康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头脑意识清醒的时候，要保持着由手转身，由身转手那个正念啊、哦，要常常把它保持好。有一点点闪失掉，赶快拉回来，好、哦，赶快拉回来。五百零五页哈、哦，中间下面，中间下面有个如弥陀要解，好、哦，有没有看到哈？中间下面。 啊，有个如弥陀要解云：若无信愿，众将名号，持至风吹不入，雨打不死，如铜墙铁壁相似，亦无得生之理。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。这偶意大师讲这句话啊，很重要，因为有些人念这句佛号，他没有想要去极乐世界的，他去极乐世界心没那么强，可是呢。 他身心又有个定力，哎，他还是有定力的。他这句佛号可以练到很专心，可以练到铜墙铁壁一样的专心。风吹不入，雨打不湿的意思是说，哈，他所有的妄想都都起不来，所以已经是练到很有禅定了。他所有的妄想起不来，可是你没有信愿，你对这些佛号没有这、那个信心还不足。 然后呢，你呢又不愿意去结世界，那这样子你不可能得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啊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修净业者不可不知，真的要能够敬业成就的一定得要了解哈，信愿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们这个上辈往生里面还有修诸功德，愿生其国，我们要修诸功德啊，然后。 那个读诵大圣，然后最好要愿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修诸功德，我们现在都在修诸功德了，包括听经文法都算。愿生齐国比较难，愿生齐国，大部分的人哈、啊，他只有只有普通愿意生，要能够深切的愿，大部分人没有到达很深很切的愿。 怎么样才算到达到很深很切的愿当我们现在开始觉得哈、啊，周遭所有的一切恩怨都不重要了，那就表示你有已经有点深切的愿了。这个是真的、啊，当你开始觉得这恩怨不重要这些误会也不重要，这个是再是芝麻小事、啊、能够。 到极乐世界才是多么殊胜的事情。去极乐世界不是不是自立哈，他是真的是要有大悲心，为所有众生，才好好修行。要这样子的心，你这样比较更容易去发菩提心，比较容易去发菩提心，为利益所有众生而到极乐世界好好修行。这样子好比较容易到到极乐世界。 那个心胸一开始开阔，我不是为我自己，我也不是逃脱，好，也不是逃脱娑婆世界，我是为了更要来帮忙娑婆世界，而啊，求生希望解世界。当身心慢慢升起这样心的时候，你会对眼前的这些众生，他不管是这个八风啊,啊机，好，称讥毁誉，好这些赞叹你的、击毁你的、好毁谤你的那些呢，你都觉得。 很很淡哈，很清淡，很清淡。你心呢就很平静，赞叹你，你也会很平静，因为那个赞叹很快就过去了。那回报你，你也会觉得很平静，因为这个大家不管结什么缘，现在眼前的这些回报呢，就像消灾一样的。今天我听到有句话很有意思，这个是个玩笑话。 人家讲的是一个笑话，那这笑话是有点意思。今在有一个法师来我那里，他他说，呃某某人他喜欢造口业哈，造口业到处去跟人家练啊讲是非。那么这个某某人去跟人家讲是非的时候，那今天来我这边这位法师啊，他他就每次就去练他说，你又帮人家在消灾了，免费帮人家消灾。<laughs> 因为你这个消灾排位要五百块，或者一千块，那么你每次都帮忙去跟人家讲是非，去跟人家诽谤人家，你是在帮人家消灾，啊，免费帮人家消灾。啊，我听的是虽然是玩玩笑话，但是他这个我们有时候的确要把人家给我们的回报当消灾想。在《金刚经》里面有就有提到啊，我们好好持诵《金刚经》。 那么现世别人给我们的所有的误会诽谤，那等于是消过去的业。《金刚经》里面不是这样讲吗？这是真的，这个是真的。假设假设我们现在一个人关在房子里不出来，那就真的是你就失去了这些被消灾的机会了。 因为很多人就喜欢啊，是我我现在累了，我要关起门来修行了。我不不像不出来见人，啊，有些人有些人他就有这样的观念，要躲起来。这躲起来哈，偶、哦、尔躲一下休息一下，休息个两三天没关系了。但是呢，你你还是要出来。你要是长久几年都不出来哈、哦，只有四个字，你是在自废武功。<laughs> 自废武功啊！因为你身口一三夜，你好好的人不去不去，赶快利用这个，你这个身口一三夜，赶快跟众生结善缘，赶快跟佛法结善缘，赶快跟三宝结善缘。你不是在自废武功吗？大家懂意思吗？好，如果说你你也有在里面听经闻法哦，好好的，可是没有人误会你啊，也没有人给你怎么样，然后你的自己的习性也看不到。 你没有一个任何境界看到自己的起心，所以进步是有限的，啊，进步有限的。如果没有外界的很多境界在考验你的时候，哈，你那个出离心不容易很深刻。出离心啊，不容易很深刻。你只是淡淡出离，躲避性的出离，那不是真出离。那你的慈悲心也不会很深刻。 你只是在房间里面的慈悲心而已。你要是真的走到外面了、啊，遇到大风大浪，然后你身心再升起那种对众生的慈迷心，那个才是真的大慈悲。那个慈悲心才慢慢真的生出来。然后哈、啊，在灵寿中时，阿弥陀佛呢与诸圣众会现在其前哈、啊，然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。 智慧勇猛，这个上辈往生呢？我们修诸功德，然后出家持戒啊，修出离型各种的功德，各种的啊修行都能够好好的修，在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跟所有的圣众就在其前来接引，然后七宝花中呢就化身了啊，这时候智慧勇猛。 智慧勇猛是破烦恼的智慧哦，哈，是顺解脱道的智慧。然后见到阿弥陀佛啊，见到阿弥陀佛，花开见佛悟无生啊，我们这个智慧就直接可以升到这个悟无生法忍。亲见阿弥陀佛啊，听佛陀的讲法。你看我们今生啊，常常错过。 本是释迦牟尼佛，我们现在已经错过本是释迦牟尼佛了，所以到极乐世界哈、啊，那不可能再错过。我们念这句佛号哈、啊，到极乐世界，你等于是跟所有的佛都结到善缘了啊，不是只有见到阿弥陀佛啊，还有其他的佛呢，都一样啊，都可以参访的。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哈。 他参完最后一餐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文殊菩萨在引导他再去参普贤菩萨，最后是大愿王倒归极乐。当他倒归极乐的时候，他才知道前面那五十三餐啊都是白餐了，类似都是虚幻的。他才知道最殊胜的就是这一句佛号“求生西方极乐世界”。 最殊胜的就是求生西方解释经。善财童子啊！所以，我们应该真的要像善财童子一样啊！大家现在大家啊，都是像善财童子一样哈，在四处在参访，但是参访哈，要像善财童子一样，要有这个智慧。我们学习这个法，不要太被这个外表的那种，比如说很多法门它很复杂。 我们不要对这个被这个复杂哈而去迷幻掉了。像密法，密法很复杂，你得要有打各种不同的手印，好，然后呢，要又要有坛城，那个坛城怎么弄都有它的规矩，然后每一个法呢，它又有它的另外一个不共的规矩，那修每一个法呢，又有它特别不共的加行。 然后呢，本尊又非常的多，护法又更多，空行也更多。好、哦，上失本尊、空行、护法这四项，你每一个都有非常多的要去学的。很多人在看这些法，我们不要对他那个太复杂那个层面哈、哦。去，你看这南无阿弥陀佛。 当现在慢慢的开始去了解到念佛法门的时候，这时候西藏的密法再去用心再修，你会发现哈、啊，其实是很简单的，它就是密法的道理。你看那个在在藏传，他们在山洞里面修行的那些以前的古代的上师，他们最后修行的道理就是跟念一句佛号是没有两样的，最后啊。 达到最后，可是中间过程很复杂，你要学好多东西。可是到最后的道理还是一样，就是回归净土的这个道理。你跟念一句佛号是一样的意思。他们在山在山里面一样，就是就是要放下，通身就是放下。由手转生，由生转手还是一样要有这个道理。只是吃了咒不一样，念的佛号不一样，他们想要最后的成就不一样。 我那天我在这个这个公研院哈、啊、做一次演讲的时候，哎，正好提到红光化身。红光化身，在场的人大概有些人应该听过红光化身。红光化身就是在藏传他们算是最高的成就，好、啊，红光化身，他们。 是红光化身呢，在往生的时候，他身心是一团火光化出来，然后就人就没有了，他只留下头发跟指甲。那么红光化身呢，成就者有好几种相貌，算是红光化身有成就。那么这个红光化身火光出来是其中一个，还有一种现象是人缩小，缩到很小啊，人会缩小，这也是算是啊，他有这方面的成就了。 各位如果愿意的话，哈，看那个呃《净土圣贤录》，我们的《净土圣贤录》啊，念佛人呐、啊，过去往生的状况，有少数的人有红光化身，你会看到。大家回去可以去翻哈，《净土圣贤录》里面，他有在描述，有少数两三位哦，啊，两三位，至少我看到两三位，他呢在念佛到最后预知实质。 而且这些都是默默无闻的人，遇知时是跟他们周遭的道友们哈、啊，都是出家众、啊、我所看到都是出家众。好，然后去跟人家讲说，我什么时候要走了啊？大家去看他，好、啊、送他一程。他走的时候是红光化身走，现场的人亲见他身心那个那个整个哈、啊、这个人哈、啊，慢慢的有一些火光哈、啊，慢慢化出来。 而人就不见了，慢慢就不见了，是这样子的走法的。所以这句佛号真的是不能轻视它啊！这个念佛，我们要好好的，要有这个很深的这份信心啊！啊，这个广清老和尚，人家在问啊，师傅啊，我要怎么打坐？我要气气脉要怎么通？ 那光净老师长讲说，你念佛练到透了，气脉就全通了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红光化身，因为红光化身就是练气脉，他就是在练气脉。好，整个身心的气脉啊、哦，给他练到，练到整个透了。可是红光化身到底人是证到什么境界，我们不知道。可是呢，念佛人。 他也能够气脉通到整个人能够红光化身，这是少数我们以前古代我们自己本身汉地所看到的。但是我们的这种念佛人的宏光化身是肯定可去极乐世界了，这是绝对肯定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肯定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五百一十一页啊，经文，终辈往生。 其中辈者，虽不能行坐沙门大修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随即修行诸善功德，奉持斋戒，起立塔像，饭食沙门，玄真南灯，散花烧香，以此回向，愿生彼国。其人临终，阿弥陀佛化现其身。 光明向好，具如真佛，与诸大众前后围绕，现其人前摄受导引，即虽化佛往生其国，住不退转，无上菩提功德智慧，次如上辈者也。这段讲在家哈，在家人中辈往生，这个在家人也可以上辈往生。 好，一样还是可以上他只要他的心是出家，内心是真出家，那时候他也可以有达到这样的上辈往生的功德。但是这是粗略分哈。其中辈者，他虽然不能像出家一样，可是他本身呢也有大修功德，他也发无上菩提之心，然后他呢也专念阿弥陀佛，然后。 啊，随即修行，诸善功德，奉持斋戒。他呢也各种功德呢，他都用心奉持斋戒。这里奉持斋戒哈，包括了菩萨戒跟八关斋戒。这个斋呢是过午不食，所以我们这个过中午不吃，其实也是蛮重要的。过中午不吃。 我有时候，我虽然现在身体不好，身体的状况有时候晚上比较吃，可是现在身体稍微比较好了，就哎呀，我觉得身体越来越能够，常常会不想晚上吃。我现在慢慢的啊，觉得哎，常常晚上不想吃了，哎，觉得很不错。所以这个还是斋戒还是好，你身心会觉得清爽。 尤其哈，你这样子晚上没有吃，在那里慢慢拜佛，那感觉真的很好。晚上没有吃哈，就不会有那种又要吃饭的感觉。好，这个至少这个感觉就比较没有了。当现在啊，身心很轻松啊，肚子里没什么东西，然后喝点水，喝点温开水，然后呢，就在慢慢的。 慢慢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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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慢一点，整个观想做好，然后拜下去的时候啊，起那种惭愧心，啊，起这种一子三宝之心，然后起那种庆幸心，因为你现在在拜，啊，别人在看八点档，所以你就要起那个庆幸心，啊，啊，然后慢慢慢慢的拜，啊，我好幸福，现在在这里拜佛。 哎，真的，我我自我自己是真的是这样子想，我觉得自己很幸福。当这种心慢慢起来的时候，你对电视哈会越来越不想碰它，那那个电脑看一看就不想看了。现在每次电脑一打开，啊，那个首页看到一下，那个新闻稍微瞄一下啊，就不想再按下去了，就关起来了，或者顶多，啊，顶多这个啊，有一些佛教的哈，稍微晃一下看一下，就不想再碰了。 现在越看的时间哦，越来越短，你会慢慢、慢慢那种，好像这个粪坑要赶快离开一样，哦，这种感觉。我们这个世间的善法固然重要，可是最大的善哈，就是不要把自己当小草。我在《法华经》讲的时候，不是有分小草、大草，小树、大树， 那么我们不要把自己只是当，因为你你只是一棵小树，你小树能够帮助的众生就只有这样而已啊。但是如果真的好好修，真的好好用心一点，你变成大树，你可以辟荫到无量的众生啊。这个就这变得很重要啊。所以，我们薄利反复做不到。像我现在啊，觉得自己薄利业业,业障深重的，那、啊、你只有好好的念这个佛，横超这个三界轮回。 迅速的啊，成就大菩萨，而且极乐世界你又不一定要在那里要待到最后一声不出啊，你还是可以无量的地方去利益众生啊，你也可以依你自己的愿力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哈，亲近诸大圣子时他方国土都可以、啊。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子想，真的会发现眼前的很多东西就变成不是很重要了。 好，然后这里呢，起立塔像，范式沙门，玄真蓝灯，按散花烧香，以此回向愿生彼国。起立塔像，我们现在塔是很多了，家里有一有个佛堂哈，家里有佛堂供个舍利塔也是不错，有个象征，供一个舍利塔。那外面外面现在常常结缘很多舍利子，那你可以起一个舍利子。 不管那个舍利是真是假了，你把它当真的就好了，好吧？当真的，然后供起来，好，那就好好的礼拜，起立塔像，饭食沙门，就斋生，好，斋生功德是非常大的。这个斋生，大家好、哦，不要看说说，哎，我斋了身往后呢，啊、呃，比较富贵哈、哦，或是我们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。 不要从福报的角度来看，我们要从结法身慧命这个善缘角度来看。因为你斋生，你广大的斋生，不管对方修的好不好，至少他想走出世路，所以他身上穿的出家人衣服，那么你给他斋生供养，那么他的在未来生生世世你就结了这个法缘。如果万一在苦难的时候，你总是会有一些。 好的法缘、善缘哈，比较容易会出现。所以，我们呢这个斋生呢，我们要往后看，好，要在这法身会面上，你比较有法身会面上的善缘，在未来生中会比较广大。啊，悬真难灯、散花烧香，这个悬真悬真就是悬很多宝宝床、宝盖，难这个灯啊，这个悬真难灯。 也可以在自己的佛堂里面，所以讲来讲去还是要有个佛堂。自己在这个小地方，你可以在书柜上面，简单一个地方也好，都好。好，然后供一尊佛，悬真燃灯。那这个燃灯，这个电灯也可以。如果是油灯，你要留意一下安全问题。好，要留意一下。 那么玄真呢，就有一点小小的翻盖，现在外面都买得到啊，小小的翻盖，或者你自己做都好，最好是能自己做的。散花烧香，这个供花，然后前面点个香，这个这个供花哈，供花现在是外面买的这个花。 有人问我说：“师傅，那假花可不可以供啊？假花可不可以供？还是可以。那个，但是呢，这个这个假花有点好像，如果你是很喜欢那个假花，那你供没关系。可是如果说你是懒得供花，供个假花，那就不要供啊。你最好还是供个真花，这 <laughs> 看你的心态了。” 因为有些假花是做的真的很不错，啊，很很庄严的假花，如果你是因为它庄严啊，这样供，啊，这样子是可以的。好，烧香烧香，你最好要烧烧那个好的香哈。有一些化学香哈，有化学药品的就不要啊，不要烧。你最好是稍微要肯啊去留意一下，它有没有加很多化学香料。然后以这样子回向。 好，所有的诸大功德都回向愿生彼国。那么在临终的时候呢，阿弥陀佛呢化现其身，好来接引我们。这个是化身。在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是无量的化身，都一样光明向好，跟真佛一样。然后与诸大众有二十五位大菩萨，好，还有许多圣众们，然后一起跟着阿弥陀佛过来，在其人前摄受引导。 临终的时候，然那会来色受受引导，那么我,我们呢就随化佛往生其国，住不退转无上菩提。那么他的功德智慧呢，往生之后的功德智慧会比上上辈子啊稍微再差一点，哈，因为他现世修行呢，他是一的修持，当然他是啊仅次于上辈，像这样子几乎都是敬业成就了。 几乎是在经验上已经是蛮有成就了。那么一般助念往生呢，啊，跟这是不一样的。不过这个还是最好是也要有助念。那么我们助念，助念本身是让他能够提起正念，能够最后临终时念不要失去正念了。临终时念的时候不要失去正念了。所以这个助念往生呢，助念哈是很重要的。 我们一般往生有两种往生方式啊，一个是随业往生，好，一个是助念往生。随业往生就是随他敬业成就而往生，这个他就是一定可往生的。大树倒向西方，那么大树倒向西方，如果你砍掉的时候，它就往这西方这个方向倒，所以这个呢是肯定往西方的。但是我们一般大部分的人哈，还是都是助念比较多。 我们今天是把中背稍微看一下，下次我们把中背的内容多讲一点，它里面也有一些资料，我们也再多看一看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段哈，五百零页一二三四五六哈第六行，我们刚刚是这一段没有提到哈，全性起修就是我们通身上下本有的佛性，它是因为是迷的关系。 明的关系，那因为明的关系，我们就是业障凡夫嘛。如果是悟的话，那它本身呢，它是清净的佛性。所以全性起修，我们通身上下这个跟佛性是不二的。意思是，我们这个通身上下练这句佛呢，通身上下就是在跟佛性是相应的，它就是整个是这样子。 啊，没有丝毫的那种那种肉食，是整个一起，整个一起，这句佛号这样念起来呢，是全性起修，通身上下在修的。好，全修在性，我们的修为能不能够成佛，关键就是我们本来就具有跟佛一样的佛性，只是迷的关系。 所以，我们能不能成佛是关键。是我们本来就有跟佛一样的特性在。假设没有这个佛的特性，我们不可能成佛啊。了解意思吗？如果我们没有这个，我们如果我们跟佛完全是不同的，那跟基督教那个呃上帝，然后我们是被牧的牧羊，那是不是完全不能打等号的？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不是哦，我们这是我们本来跟佛就是一模一样的佛性。 我们是可以成佛，只是因为现在是迷的关系。那我们能不能成佛，是就关键在我们有跟佛一样的佛性。所以全修，你们能够修到跟佛一样，就是在于你有这个佛性在。我们要相信自己有跟佛一模一样的佛性，要相信我们只是迷而已。这时候你会一点都没有自卑感，你只有想要。 化掉，啊，原来在迷的那个状况，这个迷实在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。迷失在里面，我们还以为是自在呀。有人跟师傅讲说：“啊，师傅啊，我我不要被限制住哈，我一个人这样比较自在。我不要我不要做什么责任哈，我一个人这样很自在，我想去哪就去哪。” 请问各位，他这样算不算自在啊？那 <laughs> 个不是自在啊，那真的不是自在啊，那个还真是可怜哦，那个没有办法承担啊，我我我，我现在就会问他说：“那你能不能承担一点小事情？”哈，他说：“啊，师傅啊，我这个这个一承担就被绑住了，那他就他就没有想要去承担了。” 当一个人开始要走大圣法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就是要先学承担，因为我们要利益众生，一定得承担责任，你才能够称得上利益众生。你看那个地藏王菩萨承担起这么大的责任，佛陀涅盘前交付地藏菩萨，末世着所有众生，好就交付给他，承担救这个末法时代的这些众生。 直到弥勒菩萨出世以前，这段时间交付给地藏菩萨，还有其他的诸大菩萨都一起来就读，这就是承担呐、啊。承担当中啊、哦，才有真的放下；承担当中才有真的自在，这个很重要然后你在承担当中哈、哦，你那种身心。 啊，你因为你承受到很多的八风啊，哈、啊，各种各种问题啊，对于你的考验。那你身心那种放下的清凉，对人的宽容啊，对啊众生那种打从心里的慈悲，以及看到自己还还不够宽容的地方。其实我们宽容人家，我们要想想，其实很多时候人家在宽容我们，其实很多时候是人家在包容我们。 还、哎、我，我们在想，哎，我们也有惭愧心啊。其实人家也在包容然后慢慢慢的，自自他都在增长哈、啊。这个就是这样子就进步会比较快、啊、阿弥陀佛啊。阿弥陀